被告人于倩十年前因与一桩案件有牵连遣送外地，最近他窜回本市倒卖黄色淫秽照片，并在6月19日晚11时潜入省委查封之原四人帮亲信活动场所绿楼进行盗窃，并向发现他作案的邢东行凶致伤。虽然被告拒不承认，但人证物证俱在，根据刑法第153条规定，被告人于倩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，提请法庭依法惩处。被告人站好。站好。现在开始法庭调查，有被告人向法庭交代犯罪事实。被告人于倩，今天法庭给你机会让你陈述。被告人站好。被告人拒不交代犯罪事实，有证人出庭作证，传证人邢东出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邢东。在什么单位工作？我在市政府任行政科长。认识被告人吗？认识。请你出庭作证，不许做伪证，做伪证要负法律责任。现在把你了解的情况谈一下。十年动乱中，我是歌舞团剧舞，被告人和他的丈夫申继文到剧团采访，我认识了他们。后来我听说申继文自杀了，被告人得了精神病，被遣送到边疆一个医院去治疗。不久前在轮船上，我意外地遇上了他。他的行为引起了我的怀疑，我跟随他到了招待所。晚上11点，
他悄悄来到了交地处的绿楼。大家知道，绿楼是当年四人帮爪牙活动的场所。四人帮垮台后被省委查封，他去绿楼干什么呢？更加引起了我的警惕。你干什么？我被打昏栽倒在楼梯上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，我这才去报了案。出示物证。被告人，这是你的吗？这是从你住的房间里搜查出来的。被告人，于谦，站好。被告人，对出示的证物有什么异议？被告人，对出示的证物，你有什么异议？全是捏造。被告人于谦，在预审中你并没有否认犯罪事实。我讨厌预审员那张脸，跟他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被告人于谦，这是法庭，不得人身攻击。我希望在法庭上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事实的真相。既然如此，现在为什么不讲话？
你到底讲不讲？法庭调查结束。我要陈述，我要陈述。十年前，我见过刚才那个所谓的证人，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为什么？我保留以后再说。不久前，我从边疆回来，就是为了解开十年来埋藏在我心中的疑问，以一之谜。什么？什么疑之谜？甲乙丙丁的乙，一二三四的一。什么？这个谜就是所谓我丈夫自杀之谜。就在我们两个人举行了结婚仪式的那天晚上，他出去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被告人于倩，继续讲下去。四人帮倒台以后，我仍然解不开这个以一之谜。我曾经失望过，可意想不到，在轮船上，我突然看见了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。在大家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下，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海沙市了。请同志们拿好自己所携带的行李物品，不要拥挤，顺序下船。最后，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。旅客同志们，再见。东西在绿楼，赶快去拿。一听说绿楼，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他们去绿楼干什么呢？
安静，安静，请安静。审判长，公诉人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被告人显然是在编造一个离奇而又荒诞的故事。试问被告人，第一，一个男人手中又有凶器，难道还会怕你吗？第二，你见证人作案，为什么没有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呢？第三，为什么作案工具是在你的房间里查到的？被告人于倩，回答公诉人的提问。你去问他好了，恶人先告状。我当时不能离开绿楼，因为我有必要留在那儿。不过，我现在暂时保留不讲。这纯属狡辩。这是事实。不许强辩，法庭调查结束。不，我要求审判长回避。什么理由？我认为你不会公正处理。由于被告人的请求，待请示审判委员会后继续审理，现在宣布休庭。那我回去了。啊，好吧。给我捅娄子好不好？对面楼上看得清清楚楚，管得着吗？星期六，你没有看见报纸上批评吗？哟，跳舞违反法律哪条了？不成文的法律比成文的法律还要厉害。爸爸，您现在怎么胆子越来越小了？哎，我不想跳。嗯，跟我们一起跳吧。爸爸，现在全家都盼着您早点离休，这样您还可以多活几年呢。爸爸，瞧您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凡事就知道忍。哎呀，你怎么老踩我脚呀？哎，爸爸，听说在法庭上，犯人还敢骂您，您都忍着。薇薇，妈妈上班了吗？没有，在隔壁呢。薇薇。我想休息一下。哎，妮妮，陪我爸爸跳个舞怎么样？他跳得可好了。想当初50年代那会儿，他一跳就是一通宵，我妈妈就是被他在舞场上迷住的。哎，爸爸，妮妮想陪你跳个舞。妮妮，不认识了。这是孔副书记的女儿，陈伯伯。小妮妮呀，跳舞吧。啊，好好好，真棒！来，咱俩跳。最近你爸爸很忙吧？啊，工作太累，精神不太好。喂，啊，
啊，请你等一下。西明，西明，什么事？你呀，自重点。他呀，和你的女儿年龄一样大。在你眼里，别管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凡是女人，我都爱。我是提个醒。你是共产党员、国家干部、法院院长。那我是陪孔副书记你儿跳舞。人家背后都说你什么呀？你也不怕人家抓你的小辫儿啊？犯了错误，你自己倒霉。哎。孔副书记的电话。哦，于倩，我了解他。他和申继文结婚呢，我还是他们的主婚人呢。申继文呢，也是个老公安了，在文华大革命当中受四人帮一伙的迫害，关了两年。当时我是冒了点风险，找他们说了不少好话，才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。后来，申继文不幸牺牲，于倩呢受刺激太大，一度精神失常。唉，太可惜了。于倩这个人呢，很本分，根子又正，我不相信他会有什么不法行为。孔副书记，于倩作案可是人证物证俱在啊。哦。那有没有可能在某个环节上出现差错呢？嗯，当然，当然有可能。不过，经过公安部门的周密侦查，检察部门的核实，这……老陈，请喝茶。啊，你们慢慢谈啊，我这就剁饺子馅儿。给你们包饺子吃啊！那就是说，完全没有搞错的可能喽。嗯，当然不是。不过，你准备判刑吗？啊，是，准备判刑。可是，陪审员提出意见，要慎重处置。嗯，陪审员的意见值得重视啊。我是怕出现错案。那您的意见是？嗯，孔副书记，您亲自出庭作证的话，我是书记，不合适吧？这样吧，老陈，于倩目前的情况我不清楚，是不是我先给她写封信，看看她的态度再说，啊？好，那我亲自给您送去。哎，请。啊。于倩同志，我了解你，相信你是无罪的。不论情况多么复杂，组织上会把情况弄清楚，千万要冷静慎言。沈判长，你私自传递信件，违不违法呀？你要求孔副书记为你作证吗？他可以出庭吗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信里的意思？假如你没有看过，也就没有必要知道。没有劝你坦白交代吗？在法庭上，
为什么要求我回避呢？我认为你不公正。你以为有孔副书记为你做后台，你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你以为你坐在法官席上就可以为所欲为？被告人站起来。这是拘留所，不是法庭。你说邢东撬柜子，看见你就跑了，而你没走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你对这个感兴趣？好，在法庭上我会告诉你的。一味的抵赖对你毫无好处。认罪吧，我会酌情轻判你的。传被告人于倩出庭。本庭继续公开审理于倩盗窃一案。被告人曾要求审判长回避，经审判委员会决定驳回，但因被告人突然神情反常，故延期至今日开庭审理。我没有精神反常。被告人于倩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这是你最后的陈述机会，有什么希望请求？我冤枉。我感谢孔副书记来出席旁听，他的出席增强了我陈述的勇气。大家坐好，大家坐好，请安静，安静。被告人继续陈述。我的丈夫申继文，不是自杀，他是被人谋杀的。啊！被告人于倩，不要含糊不清，把时间、地点说清楚。一提起这件事，我的心就乱了。你们谁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十年前，本市公安局启局长获悉了四人帮密谋反对总理的重要材料，去省里汇报。事件发生以后，孔副局长，也就是现在的孔副书记，接替了工作。他立即开始着手破案，开始他指定孙科长办案，可是没到两天，孙科长就失踪了。就在这紧急的关口，孔副局长冒着风险启用了申继文。就是于倩同志的爱人，是我们公安局最有经验的侦查员，立过大功，因为对四人帮不满被长期关进监狱。被告人于倩，继续讲下去。当时由于孔局长的请求，申继文才被释放出狱。
文，啊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忘不了，过去咱们常来。哎，给个苹果吃。现在到处是乱糟糟的，给。这恐怕是唯一没有被破坏的地方了。说说情况。嗯。宋科长失踪以前，要我暗中配合他。 这是在现场拍到的，这弹壳。这是在白丽丽家发现的冲锋枪，那这就是白。阿姨，我去参加宴会，回来的晚一点，你把门看好啊。哎。 董瑶，董瑶，海豹护驾，警犬跟踪顺利。我们准备搜查宁远百里里家，请指示，请指示。这个人呢，很受中央文革一些人的重视。嗯，好吧，你们就秘密的搜查一下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啊。 海豹明白，走。老子的有才，开，丽丽，丽丽，开门，哎，张，古新。 啊，莉莉亚的货我全搞到了，在车上你去搬吧。这个女人，那，去。阿姨，阿姨，丽丽在家吗？丽丽参加宴会去了。嗯，你不是阿姨。我是丽丽的朋友。你真坏，你骗我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喝醉了。没关系，我喜欢开玩笑。 你不认识我吧？我叫古新，你经常上丽丽这儿来，咱们都是哥们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，你看你喝多了，来躺沙发上休息一会儿。来，好。不要到那屋去，那屋闹鬼。闹鬼。 是不是到那个屋去了？什么客人？这是孙科长留下的一些材料，你好好研究一下。嗯。老师，休息一下，准备吃饭吧。好。听老孔说，你在监狱里受了大罪了，他们给你吃什么？ 茄子粑、芹菜根儿，哎呀，他们的心真是太狠了。老师，我不会做菜啊，你可要多吃点啊。好，尝尝我做的菜有没有芹菜根味儿，你要多吃啊。好，我这老婆子
做个大陆菜还可以，请客吃饭还要我亲自掌勺呢。他呀，听说你今天来，特别高兴，要亲自下厨房露露手艺呢。大厨师，鱼都炸好了，就等你去烧了。好嘞，老师呢？你先看看这些材料，我一会儿就来。走吧，老师你坐啊。姐夫，古欣，他要找你说个事儿，快说吧。姐夫，你们公安局人都死绝了，让个犯人来办案。哼，你也不听听，人家外边怎么说你的。你懂什么？申继文是我们公安局里最有经验的侦查人员，我不怕别人说闲话。人家都说你，阶级斗争观念淡薄，重业务，轻政治。你找我就说这些？他就是为当摄影记者的事儿呗。哎，他的事你不要管。刚到剧团去报道没几天，又要换工作，不像话。姐夫，你，姐姐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吃。嗯，味道不错。来，我是不是根据孙科长提供的线索追查下去啊？我看很有必要。对了，最近呢，中央文化小组要挑选出国的节目，市歌舞团呢明天彩排有白丽丽的蛇舞，你可以去看看吧。我想以记者的身份直接接触白丽丽，进一步摸清情况。可以。老师，我想给你配备一个助手。谁呀？于倩。为了工作的需要，你们结婚吧。于倩等了你两年，不容易啊。啊，什么时候把日子定了，我给你们做主婚人。啊，来，干杯。来。申继文出狱的第二天，
请到前面看吧。好的。二重唱准备，快点。同志，看得出你们俩都是心地善良的人。纪文，你看，下个节目准备了啊！哎，丽丽，下个节目要上场了，啊！快，快送医院，快！怎么回事？白丽丽，白丽丽，白丽丽怎么了？白丽丽，白丽丽，白丽丽，她怎么了？刚才不是挺好的？太累了吧？记者同志，我的戏。演完了，他怎么回事？他突然了。你要的角色自传，在我的手提包。啊啊！医院，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我去，我身上很关键，一个。白丽，打把手。我
院长，你看，白丽丽是慢性中毒死亡。我走了。纪文，纪文，这玉倩啊，纪文，你怎么样？来，让我看看。没关系，没事。怎么，他们是冲录音带来的？在这儿，敌人在反侦破。哦，纪文，你看，白丽丽是被人用毒药毒死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呢？白丽丽拒绝暗杀齐局长，这个阴谋集团就威胁白丽丽，白丽丽怕死无对证，就偷偷录下了现场的声音。同意局长的分析。在这个录音带里，还分辨出别的人了吗？好像有王局长的声音。老王这个人呐，生活作风不好，早先同白丽丽关系暧昧，据说呀，现在白丽丽不理睬他了。白丽丽的死与他有关，不能排除。明天王局长和崔处长要到造船厂去检查大肠样板系的落实情况，你们两个到现场去，进一步的摸清情况，要掌握证据。嗯。另外，这个磁带里有三声咳嗽，很重要，说不定就是幕后决策人。每天抽出一半工人练唱样板戏，到现在为止八个样板戏都会唱了。好好好，唱样板戏是政治任务啊，对不老崔？嗯，不会唱可是态度问题了。对对，最近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各单位的普及情况，你们厂做得还不错呢啊。下
老王，嗯，那两个家伙老盯着你。当记者的职业病。他们两个根本不是记者。他们怀疑你是杀害白丽丽的凶手，我的姐夫也听说的，没错。说不定今天晚上就逮捕你。老崔，啊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好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应该明白。你知道吗？白丽丽是被人毒死的。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听说白丽丽死之前，你去过她的化妆室。我想找丽丽谈谈，不巧碰到崔处长正和丽丽在鬼混，我根本就没有进化妆室。王局长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后果。哦，对，我看见崔处长送给丽丽一盒九十巧克力，准是老崔在糖里放有毒药。你为什么不早报案？我躲开。哎，怎么停电了？这不破案要满戏吗？厂长，出事故了啊！那边钢板掉下来，砸死两个谈恋爱的。走，快开开去。还有一个女的，再没死了，再一个。于倩，啊，于倩，纪文，没事，没事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搞的嘛？是出现这样的恶性事故，你们厂的安全措施有没有？我看你这个当厂长的，怎么向上面交代？沈班长，请允许我破例向旁听席上的孔副书记提问。可以，请问孔副书记。被告于倩讲的可是事实？完全是事实。被告人，你为什么长篇累牍的叙说与本案无关的往事呢？我不理解公诉人，你为什么再三再四阻挠我的陈述？难道你没有听出我讲的这些往事与现在有密切的关系？没有。有。行动变造的与我同案贩卖黄色录音带的女人是谁？你真的听不出来？白丽丽，还有，行动编造的，在饭馆里与我走私黄金的那个男人又是谁？王局长。今天，我的同案犯人都没有出庭作证，他们永远也不会出庭了，因为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十年。我请问，我怎么会伙同白丽丽和王局长的鬼魂去作案呢？行动编造的这套谎话，不是太荒唐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奇怪呀！十年前就这事儿，十年前就这事儿，难叫人相信。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肃静！我的陈述还没有完。
要简单明确陈述与本案有关的事情。汪局长的死是敌人又一次灭口，敌人已经知道我们掌握了白丽丽的录音带，我们也预感到敌人在录音带上是绝不肯罢休的。户口，请进。你叫申进文吗？是啊。进吧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哦，我是省报记者。还是个知识分子呢，队长。嗯，你看，听群众反映，你经常听黄色音乐。那不是黄色音乐，嗯，是舒伯特的小夜曲。什么？什么特曲？我还录了一部分样板戏。把这全带回去，检查一遍啊！好嘞，跟我们到民兵指挥部去。如果不是黄色录音带，我放你回来。你们无权抓人。什么？你没学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？少啰嗦，走。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这是？走。走。快走。看什么看？什么看？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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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车。看你很面熟啊，是记者吗？我叫杨军，是省报的记者。怎么还怀疑？现在是什么吃香就装什么。前两天我们抓到一个劫机人，也冒充是记者。哎，这是谁？交给我去办。赵队长。哦，赵队长，你的电话。哎，我就是赵向阳。嗯，没问题。啊，交给我好了，对付女人我有办法。好，再见。赵向阳。啊。哎呀，你好啊。你好你好，你是？哟，怎么不认识了？我是杨军。省报的记者呀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呢，当了领导就不把小老百姓放眼里了。啊，我想上你们这儿采访一下。哎，可是你们这位同志扣了我的记者证，还盘问我没个完。嗯，是吗？嗯，我问问队长。嗯，这人你认识吗？我看他不像是好人。别扯淡，我们是老关系了。杨军同志，怠慢你了啊。没关系，这边坐。啊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啊，是这样，昨天接到了北京一个长途，要我调查一个罪犯的材料。这个人是你们抓到的现行反革命。嗯，30多岁，中等身材。上面的意思是要我弄清他的背景，看是不是有更大的走资派在幕后指挥。嗯，哎呀，这个人背景很复杂，任何人都不能见呢。哎呦，这点面子都不肯给啊，还算什么老朋友？这，再说，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呀？啊，帮帮忙。嗯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引荐总指挥，只要他同意就好办啊。好。
这个地方你以前没来过吧？这个原来是博物馆。嗯。哎，你看，大金鱼骨头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好。架子，他说斩不见。嗨，算了，何必跟他生气呢？嗯，再想想办法啊。嗯，好，走。想不到你们当队长的也要受这份窝囊气，要我造反。八号墓地。这还有点造反派的脾气。这八号墓地，只有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。怎么样，够朋友吧？啊！不用，那家伙就关在这里边，今天晚上就请他洗海澡。把小窗打开，让记者看看。哎呀，这黑咕隆咚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地方可真够臭的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请他洗海水澡啊？都安排好了，今天晚上他送得上虎头礁。侯三儿，看好了犯人，我们去找个地方。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收音机开大点。
快走。监制人牺牲了，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部队派来暗中保护我们的，也正是由于他的出现，我们才得以脱险。不要固执了，一切都由我来安排啊。前一阶段的工作虽然遇到不少困难，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嘛。当然往往由于我们失去警惕，也有不少教训，责任嘛由我来负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我想把侦破工作暂时停下来，休整休整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。对，很有必要，让敌人沉不住气，自己跳出来。我怀疑一个人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谁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不是指的是古新呢？啊，根据我掌握的材料，王局长的死，崔处长的失踪，我被抓走，都和古新有关。老申呐，你想的跟我完全一致，你放心好了。他虽然是我的亲戚，但犯了罪照样承办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含糊啊。为了斗争的需要，在孔局长的关心下，我们结婚了。爸哪儿了？老申，我知道的全说了呀，快走。站住。啊，坐下。哎，古新同志，
你该清醒清醒了，不要老是举着红本大喊大叫，好像很革命，其实你是个牺牲品。你赶快离开这个城市吧，越快越好，不走就是白丽丽、王局长的下场。拿着，这是今晚的船票。季文，你回来了。怎么，哭了？不，没有。根据古新提供的情况，今天晚上敌人有一个重要会议，所以我必须去一趟。可又只剩下他了。别想这么多。季文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没有价值。天底下知道这个案件的，只有我们俩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俩之中至少有一个要活下去。活一个，活一个又有什么意思？玉姐，我会回来的。今天晚上，我并没有想留住你。万一我回不来，你去找高院长。季文。就在那天夜里，孔局长到我们家安慰我，并陪我看了现场。
申继文是从这儿摔下去的吗？于谦，于谦，于谦，乙一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可以肯定，这是申继文死前写下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也是最近才弄清楚。不过，我还是先说说申继文死后的情况吧。由于我精神上受打击太大，高院长诊断我是精神病发作，把我送到了边疆的医院治疗。当时孔局长十分关心我，不顾远程特意从内地来边疆探望我的病情。他就在二楼。哦哦，好，请吧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于谦，你的领导来看你来了。于谦，还认识我吗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蝴蝶，蝴蝶，花衣裳，飞到东，飞到西，不落到我身上。李主任，你这种病能治好吗？很难呐。唉，太可惜了。这么个好同志，算是毁了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了边疆，我决心回来搞清乙一之谜。你正面回答，乙一之谜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他告诉了我当年陷害申继文、杀害齐局长的凶手，今天还掌握着大权，还坐在法官席上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还坐在法官席上，怎么回事？很复杂。今天我能够搞清乙一之谜，不能不感谢证人邢东啊，是他把我带进了绿楼。
开玩笑，竟用想象代替事实。这不是想象，这是科学的推理。沈判长，你不是一直强调证据吗？你不需要看一看申继文的亲笔记录？当然需要。申继文的亲笔记录在哪儿？在高院长手里。这就是于谦同志从绿篓桌子下面找到的申继文生前留下的纸条。当时他怕丢失，送过我暂时保管。是沈继文的亲笔字。纸上写的是什么呀？你看沈班长都慌了，牵连到市委领导了吗？岂有此理，法庭不公正。我看呐，这个女犯根本就没问题。白丽丽磁带中的三声咳嗽，经过专家的鉴定，与申继文记录的主谋者是一个人。谁？本案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，故延期审理，现在休庭。走了，走。一桥，孔副书记坐不住了。我看呐，这个审判长准不是好。我感觉啊，孔副书记嫌疑最大，最值得怀疑。有道理。这事情啊，可太复杂，太难判。哎，到底坏人是谁呀？不知道，乱七八糟，搞不清楚。陈新明。你搞的是什么呀？一会儿到我那去，走。于谦，你认识我吗？你不就是沈判长吗？不。我只不过是坐在法官席上的装饰品。你怕坐牢吗？你怕不怕死？你想威胁我？于谦同志，我宣布你神经失常，延期开庭，你明白吗？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邢东进行调查。你为什么讨厌预审员那张脸呢？他就是企图把申继文扔到海里的开车的司机侯三儿。对，那天晚上杀死你丈夫的还有谁？还有邢东。对，幕后指挥杀死齐局长的，白丽丽磁带中的三声咳嗽，还有杀死你丈夫的，就是孔副书记。这个城市还潜伏一股四人帮的余孽，仍然盘踞领导的岗位上。你这个人呐，就是不会办事。
于谦的精神病犯了，就不要再往下审了。孔书记，这个案子是我要直接抓一下。我的内心是很痛苦，但是我没有尽到职责。于谦，这十几年来，你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折磨，今天又冒着生命危险来清算这些人，可是我。这里边有我的调查报告，有我写给高级人民法院的介绍信，法律终究会制裁他们这些人的。于谦同志，你尽快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